开港好，外号阿秀，因为组长组长给成都开港你，见到你你那么多个，突然就想了个写个事件，想到原来那里出的一个赖把舞，特别是一个舞蹈啊，就是歌手、卖潮导演，还有那里个唐哈啦、赵哈啦、天降啦，这阵子特别落水天，那个天降地方啊，刚干了水，这阵子俺的落水天只是一个不基本上的打光脚板。有人家做孩子，做孩子的插到的种，跟着子俺把给马路，等有钱才给那个石油马路，跟着子混凝土给马路的烧的很。从俺的现在时间出的一个潮湖哈，去了现在的西河源上面，中间就是铜哈，两边就是古湖。还记得跟着子俺去的时间，俺那个汤哈的包，还有那个神美。这边那个还有一个香炉那里吧，像过年了啊，过节了啊，要给祖先你烧香。这个这边那个还下了有事，欢迎俺的去个相识的资料嘛，啊，香炉一些资料。他现在三过后啊，输给六月六五了，不好的没得两个准备两个，啊，你那广州两个防卫了。还记得原来这个时间去俺的吃饭的话哈，有分双百位、哈百位。上半辈就是说他装备出给，下半辈去追细给出给。我这阵子过年过节了啊，俺那屋哈，基本上都要吃街啊，吃红之类的嘛。特别是街，啊，就的俺的过年过节都要吃街。从一个街那块啊，就是屋哈最抬个一站就是，从俺的屋哈，一来俺的三个人，那个街那块就喇叭式，啊，背后的喇叭式，哎，就是俺的屋最抬嘛。那个街那块好像还要留到经济上是。你那个俺都进过青了哈，但是俺的看看你的习俗风俗还多得很，特别是像俺的屋啊哈，这个是俺屋就是大规，他不哈，属于你六门高官吧，不管哪里哈，六门高，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当了，所以讲俺觉得俺的看看你，不管原来再穷哈，又有大规大狗，特别是原来像我出生那个不高呗，对吧？所以亲戚朋友不哈。特别是亲戚不好嘛，不高啊，每辈子走了，亲戚都把最好的东西啊拿来送给你。如果不好，哎，抢开啊，亲戚来串门啊，好，也把不好最好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招待两个亲戚朋友。因为这阵子没有钱，大家都是相互扶持嘛，相互帮忙，然后一路走过来的。真真的，大家你都好团结。我们的也没得老阿兄下来几个朋友啊。俺的丢小王龙这样给上过去，有个朋友可以刷评论区代表哈你的感受哈，多谢大家的收看，俺的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